大家好，我是厨子。重庆尖椒鸡也叫宣椒鸡，是近几年比较流行的一道江湖菜。尖椒鸡从江津开始征服重庆，大有流行全国的趋势。今天厨子就为大家分享这道霸气的美食，希望大家喜欢。首先将鸡斩成小块后装入盆中，盆中撒上少许盐、胡椒粉、料酒、蚝油后抓匀，锅中起宽油，下鸡丁入锅中过油炸至。待鸡丁收缩变黄时即可捞出，锅中留油，加姜、蒜爆香，再下鲜花椒、野山椒、葱节爆出香味，倒入事先备好的尖椒翻炒均匀，将炸好的鸡丁回锅稍许翻炒，调入适量的盐、糖、胡椒粉、鸡精、辣鲜蓉，撒上葱段，少许香油翻炒均匀。成菜秘诀：鸡必须为新鲜的雉鸡，喜欢吃辣的伙伴在选用青椒时可以选用青小米椒，对辣味要求不高的可以用青色的二荆条代替。尖椒鸡的主要口感味鲜香浓郁，麻辣爽滑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试下。原创不易，您的关注是厨子创作的动力，更多更好建议请视频下方留言交流。厨子说菜，一个分享美食与做菜心得的地方，我是厨子，期待您的关注，谢谢大家。